积木玩具拼恐龙，大恐龙又来了，拼一拼，看一看都有什么恐龙吧。今天我们拼这个恐龙呢，要首先来按颜色来找。紫色的，那我们呢就先找紫色的身体和尾巴。这是一只什么恐龙呢？复制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拼绿色的。张着大嘴巴，这是霸王龙。最后呢是粉色的，看一看这是什么恐龙呢？是不是很可爱呀？身体、尾巴，这只恐龙拼起来很简单。样子呢也很可爱，它的名字呢叫雷龙。那今天我们拼装的恐龙呢有霸王龙，中间的粉色的是雷龙，紫色的呢是复制。